毛哥哥玩呢就玩到这儿了，这第一次见面呢他们玩的也挺融洽。接下来呢那个等一下呢带着五毛回家了，而我们四个人呢就带着这个 Coco 去找一下他的爸爸妈妈。Coco 五毛还干净是吗？ Coco 这来了，这个脏，五毛也来了。哦，他把苍蝇的那个鸡给吃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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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那个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会拿到那个纸啊？怎么会拿到那个纸啊？给它洗一洗。没让他们送过来的。那个苍蝇贴啊，过了吗？不行不行，弄过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些不是那个粘的那个什么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流血了。不是不是，